2093年起，来历不明的怪兽突然进攻人类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地的犯罪率连年攀升。截止到2095年，面对天灾人祸，世界政府无能为力，全人类陷入恐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人类史上第一位超级英雄灵出现了。灵击垮了无数黑暗势力，抓获了一个又一个超级罪犯，打倒了众多怪兽，就连怪兽之王也被其斩首。他收集和公开了怪兽与罪犯的资料，如同人类最后的希望之光。是他让人类真正了解了这个世界，是他带领了人类的反击。超级英雄的队伍不断扩大，因此从2100年起，各国犯罪率开始下降，怪兽数量减少，世界逐渐恢复和平。但这位带领人类平安地迎接22世纪的灵，却一声不响地消失了。在灵消失5年之后，以他为原型的系列电影第5部《灵，我不是神》即将上演。太期待了，没想到这系列电影都第5部了呀。这些人要知道，曾经拯救世界的英雄现在因为被妹妹赶出家门找工作，会有什么想法呢？怎么了？谢谢大人，我爱你，黑真理，谢大人。这不是那什么超级英雄食神世家吗？很高兴大家今天过来给我们的秀捧场，为了可以尽快晋升 B 级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是谁？食神家族，你们打伤了我的人，今天我就是来杀你们的。你是？连鼎鼎大名的黑手大爷都不知道吗？区区一个 C 级通缉犯竟然敢来我们的演唱会搞事，诽谤我们食神世家的人，别以为我们会就这样放过你。兄弟们，给我干掉他！喂，你们是不是把荧光棒跟这东西搞混了？可恶，竟然耍这些小阴招，给我把他们大卸八块。这时候请你给别人C 级的黑手也不过如此，竟然会愚蠢到自己送上门。作为我排名升级的道具，今天我可不会轻易放你走的哟。哼，不要太自以为是了，老虎不怕威，当我病猫啊。
赶紧给我滚，不要让我再见到你。可恶，我不会就这样放过你的。这么危险的事就别有下次了，乖乖在这儿等特别行动部门来哦，不然我就要再加一刀了。警察专用的高级手铐，他难道是……到时候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这卡里的钱就是你的了。没想到石神家族的人竟然会为了升级做这种事，如果被世人知道了的话会怎么样呢？这种事不用你操心，请注意你的身份。哼，无趣的家伙。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我会把剩下的钱打进去。哼，到时候可不要出错了。那是小菜一碟，混账东西，竟然敢说，让你们瞧瞧 B 级的真正实力。喂喂，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。哦，二段变身。哎，废话少说。队长，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。不堪一击。等等，你的对手应该是我。这个人是你丫的是谁呀？敢妨碍本大爷的话，杀了你哦。我就是一级英雄战臣，今天就用你来让我一战成名吧。区区一个一级很有胆量吗？什么叫区区一级啊？我真正的实力可不止一级这种程度。大功率反作用力手套。试一下这个，连大象都能轻易吹飞的。还好吧。不愧是黑手，实力不容小觑。当然作为一个英雄我是不会有事的。你现在看起来不像没事啊。喂，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等离子去无货吧。我还可以再战。电击棒，自动跟踪手雷，透视眼睛。你这都几次了？一次又一次，像个蟑螂一样。既然你那么想死的话，老子就送你上西天吧。都过来了，你这样的平民还是快走吧，我来挡住他。谁也跑不了。快点走。你会死的。我可是超级英雄啊，怎么可能丢下百姓自己逃跑。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快点死吧。早就不当了。一击球，你到底是？我们组队吧，有我的超级头脑和超级装备，再加上你的超级力量，我们一定会是史上最强的超级英雄组合。你确定你有那两样东西？切，你这是不了解我的真本事，要不是我今天装备没带齐，早就干翻他了。我说你啊。
心里也知道英雄也有悲伤，在战斗背后有多少失望，还有多少被遗忘，默默的付出不是给谁看，英雄不过是一种遗憾。 I'll be there taking your life， 不会有任何意外，天光下我住在红色的沙漏，恐惧全覆盖，黑色期待，英雄我已经不在，这一刻我只是想要把所有敌人都掩埋。 I'll take your life I'll stop the light， 不是世界主角真的这么来，要像英雄有爱有才有无奈，带着正义有被人心中记住在，不是我不相信英雄没有意义，只是生命的夜能告诉我真理，真理真理到底是什么理，我是年年超人找我日记。这究竟是他过来了，你们是谁？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竟然是 H 市排名第三的超级英雄寒冬魔女大人。请问可以帮我签个名？可以请你先描述一下事情的经过吗？我是新注册的一级英雄战神。我刚好经过，看到通缉犯黑手正在袭击食神他们，所以我便拿出我的看家道具跟黑手激战起来。最后就是我和这位助手一起把他给打倒了。助手？人呢？幸好跑得快。你来这儿干嘛？此事报告，我是不会批准的。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过了，你只能是我的。我又没卖身给你。话说，你知道秦博士的研究所我申请了多久吗？啊？你想进研究所？我龙氏旗下的100家研究所都可以让你任意挑。滚！我说，今天又是纯情少女吊打霸道总裁啊！这个龙文峰好歹是个高富帅，你怎么就不喜欢呢？啊？是不是废话？我心中永远只有林一个，还不是那种只在乎名利又弱鸡的绣花枕头？请不能让他知道我这个哥哥就是林。对了，工作找得怎么样了？这世道工作不好找啊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找到工作喽？你都在家里蹲了5年了，这样当蛀虫啊？宅在家里那么久，也不帮忙干点家务活，吃完饭的碗也不洗，脏衣服又丢得到处都是。再看一下你的房间，都乱成什么样了？你好烦啊！爸妈都没说什么。老爸老妈挂墙上都快10年了，能说话才怪了。看我今天不整顿一下你这劣根性。我开个玩笑吧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可以打断你们一下吗？喂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谁呀？你好，我是一级英雄战臣，是来邀请你哥哥一起当英雄的。英雄？你这个家伙真是阴魂不散呢。不用在意我的，快给我出去。你想请老哥做搭档？是的，成为超级英雄不但能解决工作问题，赚取奖金，而且作为我的助手，萧氏集团会支付工资。奖金？工资？
好，以后老哥就归你了。嘿，交给我吧。喂喂，我只是个连架都没打过的普通人呢。说什么呢？你今天不是秒了个 C 级通缉犯吗？果然我们林家的孩子还是很有出息的嘛。听人说话。嗯，总算又解决了一件事了。不要在那里擅自解决问题啊。明天我带你去英雄协会注册吧，顺便请你吃饭，庆祝我们组队成功。随便你吧。老哥，你要努力工作啊。就这里？对，英雄注册的地方。这还真是财大气粗啊。不过林周围那几个是谁啊？你宅在家这么多年到底都在干嘛？我跟你说啊，他们可都是曾经和林并肩战斗过的 SS 级超级英雄，传说级别的人物啊。 SS 级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跟这些人一起战斗过啊。这就要从5年前颁布的超级英雄注册法开始说起了。林消失后，世界政府提出了这个法案。这个法案把英雄按战斗力和战绩从高到低划分为 SS、S 以及 A 到 E 级。结果这个法案引发了不少英雄的内讧，许多英雄因此离开。算了，还是不要提这事儿了。我们还是先去注册，接着这测试，只要通过了，你就能成为一名英雄。两位请进。亚坦先生，这位就是前来进行测试的随便战士。哦，随便战士吗？还真是随便的名字呀。能在我手下坚持3分钟就算你及格。哼，那如果我把你打倒了呢？喂，虽然你是一击就打倒了黑手，但亚坦可是 B 级英雄，就算你再厉害啊。你以为没有实力的人能来这里给你当考官吗？哦，看来我得好好验证一下。不会吧，竟然可以挡下那个坦克亚坦的攻击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可以接下亚坦先生的攻击还没事的。小子，看来刚才并不只是刷刷嘴皮子而已。你也没我想象中那么弱嘛。我承认你是目前为止我遇到的考生中实力最好的一个。我当考官以来见过不少空有理想毫无实力的人，他们大多数都是抱着好玩和虚荣的心态来注册英雄，能够为了保护人民不怕牺牲的人寥寥可数。如果你也小看了英雄的话，我战争坦克亚坦就只能让你打消这个念头。怎么了？这就是你真正的实力了吗？只
这样随便的攻击可是无法打倒我的。随便战士，我想也是。丑小子，没想到最后的一击竟然那么随便。很久没那么激烈的活动过身体了。哎，我这算多少分啊？满分。请您移步至隔壁的比试场。我先失陪一下。腰上了，亚坦先生被打晕了。话说回来，真不愧是我看中的队友，竟然能够打败那个 B 级英雄亚坦。比试啊，看来要完了。相片，所谓那些传说，那又如何？全都叫从前。想好了，一直就这样平静地守护着世界。